京东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下一个作品是爱女心切。老板，来瓶矿泉水。好嘞。您的水。谢谢啊。三六，我到你说的那个面馆了，你什么时候到？三六，我到你说的那个面馆了，你什么时候到？我给我同学发的消息怎么在你手机里？你同学是谁呀？三六，你谁呀？我同学呢？我是他爸爸。你是他？哦，叔叔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是您。其实今天啊，不是三乐约你来的，是叔叔约你来的。昨天是三乐加我微信让我来的。那是我的小号。我说三乐的网名怎么叫往事随风呢？叔叔您啥事儿啊？坐，孩子。其实叔叔叫你来啊，就是有些事情想要跟你唠一唠。我听说啊，你跟我闺女在你们大学是一个学习小组的。是啊，老师上个礼拜刚分配的。是啊。相处的还挺愉快吧？挺愉快的，三乐人特别好。是吧？那你怎么离开我女儿？没和你女儿在一起啊。我女儿才刚上大学，刚离开我身边，你就想替我照顾她了？没有啊，叔叔。那你为什么跟她告白？什么时候跟他告白了？上礼拜六，你是不是约我闺女去图书馆了？您误会了，叔叔，那天是老师安排我俩去查资料。那天是9月21号。对，921。怎么了？就爱你呀、不是，你这多少有点瞎掰了。还有，你们查的那些化学资料，我已经看明白了。您看明白了？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镁和硫酸锌的反应公式啊，怎么了？就这么简单啊？对啊。在元素周期表中，镁的位置要比锌靠前。当镁和硫酸锌发生化学反应时，镁会与锌产生一个位置置换，也可以说成是，你的镁偷走了我的锌。叔叔，我没这意思吧，叔叔？你想偷走我女儿的心？没有啊，叔叔。你要是不喜欢她的话，你为什么跟她一个小组？叔叔，那是老师安排的。老师也被你收买了？老师怎么可能让人收买了？不可思议啊 ！Unbelievable 啊！Unbelievable！ Unbelievable 啊！孩子，你说吧。你怎么样才能离开我女儿？叔叔，我跟你女儿真的没在一起、这样好不好？只要你答应叔叔离开我闺女，叔叔就给你吃好吃的。好吃的？辣条。叔叔，我不是小孩，我是大学生了都。也对呀，那么大辣条呢？叔叔，不是大小的问题呀、没有诱惑力啊。这有什么诱惑力啊？鞋你喜不喜欢？鞋？这双鞋叔叔已经盘了20年了。只要你答应离开三乐，给你了。那都包浆了吧？以为叔叔舍不得是吧？喂，叔叔，不是叔叔，您留着吧，您留着再盘20年。真能挺啊，这也不好使，那也不好使。钱好不好使？钱？10万，离开我女儿。10万？不是，您没必要拿这钱。不够啊？不是，再加10万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叔叔。还不够啊？不是，再加15。怎么换纸币了，叔叔？熬夜。不是，叔叔，您留着吧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好，叔叔非常的欣赏你。心疼钱的别拿呀，这么多钱都不动心，看来你是真的很喜欢我女儿。我是真的不喜欢你女儿。好，我允许你喜欢我女儿。啥？但只能是暗恋啊。不能告诉她。叔叔，你听我解释。我跟你说，行不行？不是，你听我说。行不行？行。叔叔，我答应你，我这辈子我都不告诉她。很好，孩子，行。
但你别忘了，以后还要跟三乐保持好距离啊，保持。叔，我俩刚分到一个小组，每天坐一起上课，没法保持距离啊。刚，你来啊，把椅子搬过来。假设啊，我是三乐，这是你俩的课桌，你们的三八线在哪儿？叔，大学没有三八线了。大学没有，你俩得有啊。哦，那在中间。不好，你看换一个位置可不可以？啊，那您说换哪儿？换这里。我站过道上学习吗？一点就透啊！我不接受。那这里呢？没动啊。这里呢？人动线没动啊。这里。师傅上过大学吗？那这里可以吗？这里啊，这里行啊，这行啊。那三乐怎么学习啊？三乐在这里学习。我在那边。来、啊，过道。叔，我有一个办法啊！你看，咱们直接画两条线，三乐在这边，我在这边，把中间空出来。那中间空出来干嘛呢？您坐。老师能让吗？我上过道学习，老师能让吗？好像够呛啊！那怎么办呢？叔，我明白了。这样，以后上课，我把凳子搬出来，坐边上，这距离行吗？哎，可以啊，孩子。行啊，那叔叔再问你，如果三乐上课忘了带书，你该怎么办呢？那我跟他看一本呗。那怎么看呢？哦，这么看，这么看吗？你觉得这个距离怎么样？有点近。那该怎么办呢？这样，这对吗？这样，这对吗？这对了吧？这看不见呢。你就不能把书直接给三乐看吗？你就不能给他带本书吗？对，我给他带本书啊。哎呀，哎，孩子，哎，那叔叔再问你啊，你们平时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都什么样？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般，我喜欢这么吃。你这么吃啊？我从小就这么吃。为啥呀？这么吃香，你不知道叔叔是吗？不是。哎，不，叔叔，别。不用，你就说这距离行不行？那太行了，孩子。行了，你以后就得这么跟三乐保持距离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说到吃，你肯定饿了，叔给你整碗面。啊，不是叔，你说到吃，我想家了，要不我回家吧？哎，那哪能饿着肚子走呢？叔叔，不想麻烦您吗？不麻烦啊。啊？哎，这么快啊？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哦，那我吃了再走。对嘛，吃了再走嘛。来，谢谢叔叔。哎。哎，啊，忘了，哎呀，叔真贴心，哎，习惯真特殊啊，行，慢点吃啊，哎呦，这孩子真好，嗯，哎呀，叔是真喜欢你，谢谢叔，哎呀，哎，你人缘平时特好吧？还行，真帅，那你说叔都这么喜欢你的话，三乐不会喜欢你吧？不能，你看我瘦不拉几的，只会打球，他怎么能喜欢我呢？打球，三乐最喜欢打篮球的男孩了。啥？你投个篮给我看一看。不是，没有球啊，你随便比划一下。哦，那，不，太帅了啊！这帅吗？你得矬一点，矬一点。你换一个姿势，你这三乐喜欢上你，我怎么办呢？哦，那不，还是有点帅啊。这也帅啊。不是，还你得往死里搓，使劲搓，使劲。对，你试一试，你来。我，好，好搓。以后三乐来看你打球，你就得这么打啊。那我队友会杀了我的。那没关系啊。啊，咱来想象一个这样的场景：你刚打完球，大汗淋漓。气喘吁吁，口干舌燥，这个时候，三乐悄悄在你座位上放了一瓶水。明白，叔叔。三乐，啥意思？拿回去，跟谁俩的？你喊着人送你瓶水，你喊什么？我不能喊。废话。好了。三乐，远一点啊！距离呢？
有病啊！不是叔，我不能进，还不能喊啊！那怎么了？不是，那我怎么跟他好好说呀？我没法好好说。三乐，你放过我吧！你喜欢我什么？我改还不行了？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？是好好学习啊，来回报我们的父母啊！啊，尤其是父亲呢、啊，你要知道，父爱如山呐、啊。说的真好啊，孩子，你满意啊，孩子？非常满意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场景。还有啊，你又打完了球，叔叔、啊，别打球了，打不动。你刚吃完饭？行，哎，这样，你刚吃完饭，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。口干舌燥，这个时候你看到有别的男生在跟三乐告白，这个时候，哎，你三乐远点，别别别别，你知道他们俩是谁吗？孩子，咋了？不要用暴力解决问题，打架是不对的呀。那都拉手了，拉手了，二叔叔，不要用暴力解决问题，打架是不对的。不对不对呗，二叔叔叔叔叔叔叔，我假设呀，我是假设，假设吗？吓我一跳啊！吓我一跳，叔叔，明白了，以后遇到这种情况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真聪明，孩子，叔叔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没事了吧？没，咱吃面吧。啊，不吃了，叔叔，我先回家了。哟，哎，这耽误你时间了吧，孩子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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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叔叔今天这么做的话，会不会影响你们同学之间的关系？不会，叔叔，我理解您。你千万不要因为叔叔这样怪三乐，好不好？因为叔放心吧，叔，我就不是那样的人。啊，但是我们关系好着呢。不是，我就知道。叔叔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叔叔。来拿，这什么？为了避免你小子贼心不死，我要与你结为异姓兄弟。哎，请今天在上，后土为证，我刘怡君。我徐愿池，今日结为异姓兄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我还小啊，没事。哎，李曾，不是叔叔，哎，叫大哥。大哥，哎，十三弟啊，我有十二个哥哥，那都是你们班上的同学啊，同班同学啊。哎，以后你要像你的其他哥哥一样，好好照顾你们的侄女儿，咱俩他叔。那咱们现在就是一家人了。哎呀，我就是他十三叔。对，那有个事我得跟你说一下，大哥。哎，你说。我们班还有个男孩叫刘三同，知道吗？没听说过。那是我们篮球队队长，打球老帅了，经常在我头上暴扣啊。那这小子很危险。那相当危险呐，大哥，你得给他上一课。十三弟，哎，带上辣条，跟大哥。会会你十四弟。好，大哥，我知道他在哪儿。这边，他经常跟三乐在家耍帅啊。是吗？快点打车吧，大哥。这边，大哥。